超强损友附身，你身边有这种好朋友吗？之前就是跟女朋友吵架，她说我很难过，我可不可以去你家？过几天她突然不见了，那时候去见她的女朋友，很用心的帮她安排告别单身趴。怎么说这样？但是晚上趁我们都在睡觉就跑掉了。她应该是去警察局报警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